没有，在经过泰国，泰国以后我可能就不去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因为六个机场全部没有吸烟室，有点怪了，机场没得抽烟。然后人家在那里要熬六七个钟头，哇，弄到真的是已经手会发抖。这这比吸毒还可怕。在转机十八小时没抽烟手抖，吴宗宪开炮，以后不去了。双十一 ，OK， 大卖。耶！宪哥刚从阿曼录完综艺玩很大，就立刻赶场出席双十一购物活动。他意义对他最大的意义就是要脱单，脱单，对对对。今年有希望吗？今年啊，我应该是有希望。每年都有希望，年年有希望，然后年年没把握。最近有观察一些越南新娘。而宪哥出国这段期间，国内接连爆发 YouTuber 九妹雷拉夫妇的吸毒事件，我们综艺老大哥听闻也有话要说。吸毒不行啦，这个台湾上规定就这样规定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抽烟。没有，在经过泰国以后，我可能就不去了。我跟他们讲，因为六个机场全部没有吸烟室，可能将近18个钟头，哇，出来看到烟哦。感觉像看到亲人一样，那以后泰国就不去。一个国家，大麻可以合法，但是不准吸烟。对，这个黑白之间呢、啊，其实都有一个定数了。身为天秤座的人啊，永远讲出来都是对的。对，那你用这个泰国话跟泰国政府喊话一下。我拉了很塞。哎、欸，泰国不能吸烟不行哎、欸，吸大麻是 OK 的，那样呢？好怪啊，有点怪啊，机场没得抽烟，然后人家在那里要熬六七个钟头，哇，弄到真的是已经手会发抖。这比吸毒还可怕。抱怨完来聊聊家事好了。儿子路西派日前才带交往半年的人气直播主卢鼎辉见家长，还在贴文中写下哇厉害啦，可爱的卢小小，附上两颗爱心。看得出来宪哥对这个准孙媳妇是相当满意呀、啊。难得是我喜欢的，对。然后礼貌啊各方面，就那一天约了吃饭嘛。那我这个人敏感度也高，我就说哎，不如我们三个合照一张。他那个女朋友很可爱，叫做我都姓卢嘛，我故意叫她卢小小。我说为什么要合照这一张？已经要离开要走了。我说如果你们两个被偷拍到，我就赶快把这张发到 IG 跟 FB。这句话还没有三天呢，汤不饿，哎。对，就看他小手划过。可是他们可以先有后婚吗 ？OK 啊，这有什么那个？对啊，这他们个人的意愿。我都叫他先有后婚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只剩下那尿尿的功能。你那个只是剩下百事。厉害啊！他缩阴入腹比倒车入库还高级。爽，对不对？那有什么好红包的？太阳哎，那以后宪哥的也都是他的啦。对啊，不需要包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好恐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佑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一佩。三立严选，熊猫算。三立严选最划算，记得来看我双十一，一定要锁定三立严选。